经典位于台九线东山往罗东的路上，显眼的目标，下次路过可以多注意哦。这边是联络与地址的资讯。东山店总坪数约400坪左右，是经典所有分店中坪数最大的。东山店总共分成6大区域，现在就让我们从第一区开始导览吧。大门进去，马上映入眼帘的就是大厅的客厅摆设。东山店最大的特色在于，现场摆设都以区域模式呈现。透过这样的摆设方法，让客户参观选购的时候，更能快速的想象家的样子，而勾勒出你心中的家，更是东山店店长的拿手强项。而第一大区最大的特色就在于这些空格柜，喜欢 DIY 的朋友绝对必逛的好所在。迈入第二区咯，第二区相较于第一区，更多的在于卧室与简约的设计，这是由 CNC 雕刻而成的商品。第二区最大的特色在于这片400公分长的板片，可以随客户的需求裁切大小，有特殊尺寸需求的朋友不容错过哦。一起进去第三区吧。第三区最大的特色在于老幼的商品，风吹日晒雨淋的老幼，通过高超的技术打磨成现在的样子。往第四区前进咯。更多的商品在于板片席木，透过各式各样板片与席木的搭配，常常会对家里的摆设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哦。物种繁多，尺寸齐全，绝对满足你的期待。让我们踏上二楼吧。东山店最大的宝藏就位在二楼的位置，古典系列的家具在外面应该很难看到。这么丰富的商品，从巴洛克式的风格，美国田野乡村的感觉，再到法式金银箔的奢华，应有尽有，任君挑选哦。终于走到最后一区咯。经典一路走来的打样商品或过季商品，我们都会放在这里用特价的方式进行贩售哦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先到 01.jd95.tw 内查看品项。那东山店的快速导览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东山店内的详细商品介绍，我们会做一系列的商品影片哦，请大家多多注意我们最新消息，期待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